你拍视频是直接拍这个地方。可以了，拿上去看吧。直接拍这个地方。你要装给他看吗？拨的拨开啊，看一下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可以直接这样子。我在方法。你的手一定要对着这个，不要一下子转得太快了。这是去噪音的吗？这个它隔上去就不会。哦，你要拿出来，慢慢的拿出来，然后撕一下，打开呀。